们阳澄湖的养殖湖区通常会整团整团的投放螺丝，一般是春季投放一次，夏季投放一次。今年我们目前阳澄湖大闸蟹的长势非常的好，预计今年会有一个不错的好收成。阳澄湖大闸蟹一生中要脱5到6层壳，现在已进入第二次脱壳。我们大闸蟹在脱壳之后，它的规格、个头还有这个重量都会有所增长。